有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好美味。近年来，由于台湾文化品味的提升，人们对生活的看待不一样了。从慢活到乐活，大家开始向往着简单与自然，希望过的是身心灵富足的生活。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结合了全台200多家休闲农场，以台湾农业文化为基础，落实生产、生活、生态与生命的四生理念，将台湾农村打造成为适合旅游、更适合居住的环境。就让这群自然生活家、绿色农夫带领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台湾农村的创意与人情味。台湾四面环海，狭长的地形与起伏的地势造就了丰富的地貌与多元的生态，也让台湾的休闲农场呈现出不同的美景与特色。映入眼帘的是台湾四季的美，随着季节、田园与林相所显现的色彩变化，在农场里展现无疑。美可以沉淀你的心灵，让你有好心情。农场里的生态多样且丰富，农场里的植物充满着各种生机。一群好友牵手漫步，一起观赏植物，感受花香。从镜头里所看到各种生态的美，就可了解台湾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是多么的丰富。来到农场，您不妨好好享受它的美意吧。文化传承是休闲农业重要的社会价值，农场环境就是一块知识场域，蕴含有教育的功能。透过休闲教育，可以跟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什么样的植物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如何修剪枝条长出的植物最美，这些农事生活上的体验都可以在农场里学到哦。在农场主人的带领下，游客可以捞起裤管，在农田里插秧并清除杂草，体验传统的打谷机，也可以晒晒稻谷，整个稻作的生产过程都可以体验得到。农场的体验有好多好多，例如推石磨、磨糯米、搓汤圆、坐牛车、打陀螺、控土窑、烤地瓜、编草绳、抬轿子、做竹工艺等体验活动。每一个活动都蕴含着台湾农村文化，都是农家的生活智慧哟。农场有趣的还有自然生态，你是否可以了解为什么好端端的蜥蜴或者是蝴蝶到了我们的手上就不动了呢？这不是什么魔术催眠，而是动物的拧态伪装行为。动物透过拧态来保护生命，这些知识只有在农村才学得到呢。台湾的环境处处可以探索学习，透过体验来吸收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休闲农业就是环境教育与体验学习最好的地方。农场处处都是宝，农场里采用当季的食材，有园区里栽植的蔬果或山林中的野菜，再结合农场独特的料理风味做成的一道道美味餐点，不但健康养生，也实践了在地食材低碳饮食的观念。为了让游客吃得健康，农场也讲求清油、清盐、
清酱汁、清料理、轻声细语的五清主义。烹调过程保持食物的鲜味和营养。不论是轻食、慢食、美食，都可以为游客留下旅行的回忆。农场主人会依据当地生产食材推出自己的主题餐，例如以茶叶入菜的茶餐，以牛奶为主题的鲜奶火锅，以养生保健的竹炭餐，以水果食材所烹调出来的水果餐，以鱼虾食材为主的海鲜餐。餐后再配上一杯自制香浓的咖啡或现榨的果汁，这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农场环境是一个疏解压力的好地方。来到农场，我们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健康休闲活动，在山林中打坐、深呼吸，在草地、瀑布旁冥想、做瑜伽。有些农场更规划养生与保健的课程服务，让您可以完全放松心情，疏解压力。在农场就是要享受漫游，慢慢细品环境所散发的美，采些田园所种植的紫苏，泡杯现做的香草茶，健走一段山路，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听听百年大树的声音，再好好享受山泉水疗 SPA， 可以舒缓您生活紧张的情绪，完全释放您的身心灵。介绍过了休闲农场的好山、好水、好玩、好味、好休闲、好健康之后，最后要带您感受一下身在农场里的好幸福。好多国外玩过的游客都会说，到台湾一定要住休闲农场。来到农场，农场主人或服务人员亲切的招呼，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的自在。台湾的农场达人竭诚的欢迎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友人，一起来发现探索台湾的好山、好水与台湾的农村文化之美。台湾休闲农业包含了尊重自然、友善环境、健康促进、有机休闲与分享生活的乐活理念。我们本着永续的精神，以自然休闲与贴心服务的新概念，提供不一样的旅游生活体验，丰富每一位旅行者的身心灵。来吧，跟着台湾的农场一起享受新生活。欢迎到农场享受休闲。